什么样的父亲才会在酒会上给自己的女儿下药，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再来一次。我和司仪涵结婚两年，可笑的是他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，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竟然会在床上。想要多少可以讲。我不要钱。不要钱？你这是打算赖上我呀？该是你的我一分都不会少，不该是你惦记的东西趁早打消念头。我其实是司总，离婚协议已经寄给叶小姐了，让她尽快签字。叶家卖女儿一次就已经够本了，一直拖着不离婚，还想要卖几次？司仪涵，既然你已经打算离婚，那我是你妻子的事儿，大概也没必要说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够买你一晚了，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司总，您没事吧？查一下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下的药。是。那里面那位需要查一下。司总，您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男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无法亲近异性这一点，或许与您的失眠症有关，还需要继续排查原因。我患有严重失眠症，已经很久没睡过一整觉，更是第一次对一个女人有了欲望，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查。是。废话，让你爬床伺候司仪涵，你都做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离婚？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当初都不该让你替嫁。你现在嫌我没用了，当初是你逼着我姐姐真正替嫁的。妈，你怎么会撇下我？妈，就你妈就替你姐嫁进司家。妹妹，虽然听说司仪涵得了怪病，又丑脾气又差，但是司家好歹算是云城首富，还珍惜这个姐妹。现在你说为什么有事才干？住口！先为你着想，怎么跟姐姐说话？哎呀，妹妹啊，我看你妈妈的呼吸好像越来越薄弱了，你确定要继续拖延下去吗？好，我觉得爸也是真是你的女儿，我就不是了吗？爸也是真是你的女儿，我就不是了吗？还敢顶嘴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这个婚不能离。你要是做不到，断你妈的医药费。司仪涵已经不记得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哎呀，妹妹，你没事吧？你刚跟爸爸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真没想到，这些年你过得这么惨。我过得惨，你应该挺高兴的。怎么会呢？你是替我嫁到司家了，司少不喜欢你，我也很难过。不如，你就把这离婚协议签了，爸爸那边我帮你去说。叶真真，是不是忘了，当初是你嫌司仪涵长得丑？他得了怪病，死活都不肯嫁。怎么，现在看到他跟想象中不一样，很后悔吧？哎呀，妹妹，误会我了。叶真真，
司夫人的位置就算不是我，也轮不到你这种人。真没想到，这些年被迫的这么惨。哼，真是便宜你这个小贱。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离婚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叶小姐已经收到协议，现在正在催她签字。她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奴婢可叫叶真真。叶真真是吧？让她赶紧签字。如果她要是不签的话，她和整个叶家都别想落入尘埃。好的，司总。哟，气色不错嘛。昨天晚上给你的礼物应该很喜欢吧？昨天晚上那个女人是你安排的吧？是我。你刚刚回国，让你放松放松吧。放心，给你找的女人都是最干净的。都是。你不是最近失联吗？我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料理妹妹，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下？不需要。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我是。你能介绍什么正经的人给我？小七、宋克、徐总，不是徐总，你不考虑考虑？哎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。喂，什么？昨天晚上没见到人？那他昨天晚上跟谁睡？原来他只是个外围女。小七，昨晚那女的不用查了。南哥呀，学校那边接到了一个大单，说是一个客户失眠需要调理，我准备把这个单子交给你。天春啊，你要好好表现。好的，李总。还有那个客户的地址，还有开锁密码，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。啊、哦，你提前过去准备准备。好。这不是我和司一涵的婚房吗？许少介绍的大客户，难道就是司一涵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反正这个婚不能离。是你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思涵，其实我是特地穿成这样混进我家。怎么，是我昨天晚上没满足你吗？看来他真的是不记得我，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了。司先生，我的技术是我们公司最好的。你们这行还有公司呢？当然了。不然怎么纳税呀、啊？你们还要纳税？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。司先生，您放心，是专业的。我曾经服务过的客户都对我背义。你还服务过其他人？你不是第一次？当然不是。司先生，我入这行已经好几年了，之前服务过的顾客都很喜欢我，说我经验丰富，所以许先生才会把我介绍给您啊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没看出来你经验？司先生，我入行这么多年，服务过的各种客户都有，老的少的，我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个性化服务。李先生，要是您还是不放心，我每天让您试用一次。不用了。司先生，干我们这行真的很不容易的，您就试一次吧，我保证你不会后悔。您之前的朋友许先生也是我的老客户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他。你还服务过许凌泽？你明知道我跟许凌泽是朋友，你就不觉得膈应吗？有什么好膈应的？我之前还服务过一对父子呢，他们也对我很满意。嗯，这样吧，我这次就给您免费赠送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。闭嘴！你先给我出去，我不需要你的服务。出去！妈，你昏迷了两年，你开心。
叶小姐，您母亲的各项费用已经不足，请您尽快交费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您的卡已被冻结，无法正常使用。冻结了？怎么会？哟，妹妹回来了，你是不是没钱花了，回家要钱来了？你说你都结婚了，怎么还有脸跟家里要钱？司一涵不管你了，你让爸把我银行卡冻结的。妹妹，这你可不能冤枉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没用。撒狗呢？这离婚协议都寄到家里来了，惹得爸爸生气，这会儿。爸，你给我妈的医药费。你还好意思要医药费？我给你一周的时间，让司一涵打消离婚的念头，并给叶氏注资，否则你妈的医药费我自己想办。哎，爸，回京之际。也只能找司一涵谈判了。赶满了，有人吗？有人在家吗？阿姨，司一涵在家吗？不好意思，夫人，先生说了，谁都不许进，尤其是夫人您。我找司一涵说两句话，马上就走，放我进去。哎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这先生吩咐的事情，我不能不听呀、啊。那这是你的行李，先生说了让你带走啊。王爷，王爷，为什么接受了这么久的治疗，我的失眠还是毫无改善？这个，司总，您失眠的成因啊很复杂，目前医学上很难解释这种现象。您啊，可以适当放松放松心情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怎么放松？比如听听音乐，或是点点香薰什么的。哎，司总，您回国那晚不是没有失眠吗？或许可以参考下当时的睡眠环境。先生，刚才夫人来了，我按您的吩咐把行李箱给她了，不过她现在还赖在门口。叫保安把她拖走。是。阿姨，麻烦你开开门，我真的有事儿要说，求你了，你开一下门吧，阿姨。阿姨，你们干什么？别别别，这是司先生的意思。司总，怎么又是你？司总，我其实我对你是谁不感兴趣。那行。那咱们就单纯聊工作，我真的很需要您这笔订单，要不这样，您免费试用一次，您要是觉得满意了，我们再签订单，怎么样？想让我试试？行，那不如吧。那是去你家还是找个地方？我可能先要去超市买一些。就在这。这太方便吧，而且我需要先了解您的身体。我的身体好不好你不知道吗？怎么，你不是想要服务吗？要么现在服务，要么给我滚下车。食疗做不了，那只能试试按摩了。滚下去！啊，司先生，滚！我司先生，我没你。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心脏
思涵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